放大器电路常常需要双电源供电，也就是双极性电源。利用双绕组的变压器，结合整流全桥，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双电源。双绕组变压器的次级有三个引脚，中间为中心抽头，作为地线。有些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已经做好了，有的只预留出了两对次级输出管脚 AC 输出1和 AC 输出2。按照名牌上的管脚颜色说明，把零伏的两个管脚连接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中心抽头。变压器的中心抽头直接连接到电路中作为地线，而剩下的两个 AC 输出管脚与整流全桥的输入相连，从整流全桥输出的就是具有正负极性的直流信号，经过两个电解电容 C1、C2 的滤波后，与地线就形成了双极性直流电源。